看到大家精进啊，那师父也心里感觉很快乐啊。常常一句话说，花心容易恒心难，能看到了这资深菩萨，同时呢还那样的精进啊，的确是不简单呐、啊。就如成语一大早啊，就说佛道玄黄哈，就是讲佛道真长真阔哈，真远啊，真的呢，佛道啊实在是很遥远哦。我们啊开始发心立愿，不要惧怕这一条路有多远，我们要常常记得，我们向来在六道轮回的道路更显眼哦，更过卡远哦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有幸啊，已经呢，这遇到佛陀的道理，真的我们要珍惜它。的确要碰到佛法呢，而且正信佛法，而且能接受来，自己身体力行，那不简单哦。我们看到资深的委员，高雄啊，慈童啊，的确他是很资深的啦，他花心如初啊。94年哈来大陆赈灾哈，每次我们都会来全家敬老院哈，爷爷奶奶们哈，我们一来哦，真的很感动。从台湾走到国际间救灾，或者是呢去带动，他都可以做得到啊，这都是难得。他的会员没有减少，他现在还有2000多位的会员呢。他呢就是这样的忙碌啊，这样的时间，有的时候啊跑到大陆宿川啊一住也可以呢，住上啊1个月。生命我们只有10用钱，我们虽然没有手，不过我们还有眼睛，我们可以看，我们还有嘴巴可以讲好话。他还有呢带出了培养出了委员出来，慈诚队同样照常陪。那么所有的活动啊，我们在这里在办活动，同样呢少不了他，他都是很自动自发的，不请自私哦。有的人说哎呦困不难呐、啊，我要的就是人人呢真正的要当那一位呢花心如初，真正的就是对这一份的爱心，想要为社会做事，真正的要去净化人心的这种心情发心出来，开始呢要脚踏实地，心清净无污染的这样的一心一志向前走，不是做不到，看他是最好的典范呐。那还有桃园的慈雀，他呢就是凡事都是这样的自动自发哦，这样把握当下。同样啊，这大陆宿川呐、啊，要他去住1个月1个多月，他还是可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有没有受惊啦？有没有受怕了？地震啦？有哈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没有。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面对的他的会员，而且呢，每一家每一户一去呢，都是要跟他分享佛法。Hello。有等我真久无？还好啦。这个月较慢，歹势哦。对啊，感恩下个月的一起
你能再一起给啊？你今年在安心岁。来来来，赶紧去丢两粒两嘴来。安心岁，快乐吃，欢喜笑，健康做。没错没错，然后呢再来。心开福就来。哎，对呀、啊，祝福你啊。真正的不只是呢去收会费哦，他呢可以让每一个人那每一个家庭看到他来都是很欢喜的啊，这都是呢真正的度化人间啊，不管是店面里啊安尼规排家咯吼，拢是他度的对象吼，而且呢不是一撒就过去，他是深植吼，深深的把这一份的信根呐、啊，深植在他们的心地里哦。那当然啦、啊，他还是不断的培养出了委员呐、慈诚队，他自己呢。都还是会员呢，都不减少、哦、所有的活动呢也是少不了他，那国外的救灾工作或者是呢去带动人，他都是这样的可以长期哦，因为他们夫妻同修嘛，这种的爱的能量啊，互相的成就、哦、互相勉励啊啊，这嘛是很资深的啦，还有呢，蚯蚓呐，雌蚯。我就是伫台北分会做咨询，讲八日吼有人要缴善款，啊叫我去收，啊我呢就坐着淡水遮有渡船啊，啊甲乌都麦啊斗阵过八日去收善款。他现在呢，他已经培养出了27位的委员哦，还是现在呢继续培养委员这种的种子委员呐、啊，从他的会员中呢不断的成就哈、哦，那一一呢陪伴出来，有的人呐、啊。就说还有朱姐呢，这大团体哈、哦，而且呢，我是认识不多，他都说那几辈啊，见不到你都好啊，好、哦。同时，他都是自度，也是度人哈、哦，那成就别人呐、啊，去度另外的人。他比如说，他带出来的委员呐、啊，有的年轻人呐、啊，孩子还小啊，他就一直在鼓励他出来受证。他就说：“我这么忙啊，我也有职业，也有家业啊，还有孩子啊。”他说：“勇敢承担，实际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放心出去，我来帮你顾家，帮你。”看孩子等等哦，他都是勇于成就别人呐、啊，这种的恒心的力行自度，嘎嘎滴呢无放弃哦，这都是叫做自度啊，也是自爱。成语不也都说吗？不是求佛，要求自己，因为呢，我们自己呢要精进呐、啊。自己懈怠呢，就是自己停了啦。那佛陀呢，是用尽心机来度化众生，可是呢，众生啊，自我懈怠啦，自我堕落哈、哦，那就是谁都没办法。所以呢，要求自己花心如初，要殷勤精进呐、啊。要记得众生共业，多一个好人，那就是少一分灾难呐、啊。我们呢，以度当度啊，要度为度哈、哦。我们已经接触到了，我们要为人世间而付出这份虔诚的心，要照顾好，花心如初，看看。南中北都有这样的精进如初的菩萨、哦、他们做得到啊，难道
各位做不到吗？人人假如都这样呢，我想净化人间呐、啊，为净土，那祥和社会呢，祈求天下无灾难，这呢都不是困难的事。总而言之，一切唯心造啊，对的事情坚持做就对了、啊。